嗨，我们现在要回学校看一下下学弟妹，然后晚上要跟我们的刑法大宗师吃个晚餐，聊聊天，不吧，回学校。哎，我毕业第一次回学校，哎，我们到了三楼哈，忘光光，好紧张哦，补习班在这儿。你看他，他就像剪彩啊，很烫，然后这些东西都很好吃，我自己觉得很棒。嗯，你们看，我觉得他面包超强。多米切牛，今天来林口的 Walk-in 咖啡，应该是豆腐南瓜。我吃的是印度风咖喱番茄牛肉，然后老师的是意式田园。可以选面包或是饭，那我们都选面包，然后老师选饭。哎，我们边吃边吃，比我们还短吃很多哎。我们多大年纪，再不吃就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差我三十岁，你们两个现在都还没三十岁。我如果早点结婚，你们两个也是我小孩。真的好吃哎。真的啊，拜托，你以为网络评价是假的、哦？我都来吃过，真的吗？我不算吃货，但是我分得出来。我之前我认识时也跟那华人擦撞，独立人士知道危险。我本来不是我在新竹西边新丰那边，然后我不知道他在那边，民警处理副所长在，他不在，然后后来。他打电话给我，哎，老师，你是什么时候开车到西边？我说对啊，然后他说他没有开罚单呢、啊，我很危险，就这样，他处理的案件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说啊，该怎么做怎么做啊，因为事实上是我不对的，我说好、啊，没关系，就开、啊。我想看我认出是老师，不是他看名字啊，看名字有很多人，啊，所以他又没问一下、啊，哦，老师，你不是有到那边，哎，他特别来问的、啊。确认是，对对对，本来薪水好像蛮高，然后有个发文，好累。我跟你讲哦，他们大概所长，而且稍微对方也都很辛苦。嗯，你们毕业两年了哈、哦？对，刚满，昨天满两年。他们刚分吧，他们刚分吧。不过你们两个单位单纯的，对、嗯、真的算相对。是不是蛮好？不错啊，不错，很棒，他们两个这样很好。今天心情特别好，没有，他讲那些稿，我真的很高兴。然后、啊、这是我们觉得老师愿意，没有我其实现在，你看跟学员讲超亲的，你去问学弟妹，嗯，冠廷他们那个群组写那个我要写在法律系，然后老师不是还有回说还有这个名字，我觉得很好笑，还有就是在讲讨论群组名称，因为那时候不在讨论要啊对对对对对对，缺姐对，他们名字太好笑了吧？说缺姐没有，我现在有时候会说缺姐在法律系是对的，但我也觉得在法律系其实蛮好的，很好，因为你有专长，你如果真的用心一点。人家真的会遇到法律问题、啊，而且我觉得真的工作上法律真的很重要。但你是开始工作之后才会很常问自己说，我可以这样吗？就是法律依据在哪？对对对。我觉得我之前哦，你有 sense 去找答案，对，你不见得能解决，但是你找一找答案就出来，就是 sense 要重要。虽然我们好像读的书不是很多，但是真的跟其他人比，就会觉得多很多。但是我觉得，我觉得要 balance 一下，做人也很重要。嗯、当你发现不该实干，其实绝对不是绝对的，做人还是很重要。尤其在职场上，做人怎么胜过做事，老实讲，大家都知道你有律师，第一个也不会搞你，啊有问题你要帮忙解决，啊你帮长官解决几次，哦太辛苦，泡茶泡茶泡茶，那个交给别人做，我们讲讲重要的事情，真的，你有律师哦，在警界就不得了，虽然律师比较好考，但是也不好考，也要认真点，对，一次就上，一次就上。他对，那他上了之后到世界各国去玩，他还没说一人，他到世界各国去玩，都自助去跟人家 homestay 啊，做梦都没想到要考上，因为看不出来要考，有人都是做好说要写很多，写好写满，其实我跟你说不用写很多，因为我们看得很累，看得很累，来了一个言简意赅，对对对，为什么？条理分明，我们动辄要看两三千字。你写那么多都没重点，你就要告诉我。因为有些人你写说写好写满，写好是对的，千万不用讲。你最好是一页就重点都讲到，大家都轻松。应该说老师改题目的心态是，我要知道你会不会，我要考你都写到，那就考了。那个大师有些我这样讲他不相信嘛？我说你想想，我要看2000多份，你写那么多对我什么好处？考点你要写到啊，通常。
设计的题目一定有它真点真点啊，这里考什么啊？啊，我希望你有写到嘛。但你为什么被称赞？因为你教过很漂亮啊，啊字又漂亮，啊怎样写到，所以就78分了。对啊，你也不错啊，就是你们两个搭起交这样看起来很舒服啊，完美干干净净，然后那个整个架构条条分明嘛，那点都写到。说真的，这个25分至少你拿个16分以上没有问题，又很有内容，而且刚好讲到老师要的点，那就那就飙到20分啦、啊。连特考就不想碰书了。对，时间有洪荒之力。休息没有，我觉得人生也不要这么艰难，我觉得有拼有玩这都很重要，给自己一段的时间我觉得是 OK 的。所以你看气色那么好，比起来漂亮，对吧？我觉得他比你好很多。你有研究所？我真的觉得是有念的必要，我是真的觉得，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是基本条件了，像念大学。对，其实反正整个都往上他研究所我觉得已经类似大学基本门槛。那当然了，现在研究所很多，那我觉得英语的 quality 一定是警大以上的，就是说不能比警大还差的。就像政大，就台政好厉害，政大专毕业嘛。而且我们警大其实现在是有相当口碑，老实讲，因为你看嘛，我们99有一个法官律师，我们上榜率算很高啊，因为我们人很少啊。进来的都是原本可以上台的。对，你看好，比如说一般里面有一个两个上，这15分之1又很高的。因为外面都200。那他们比如今年上10个律师啊，20%，20分之1，我们15分之1。而且我们还是15个人，可能只有10个人要考。对啊，而且你看你们遭受其他多少磨难。我们还要是不是用很多零碎的时间？你看你把你的那个讲出来，没时间念书好不好？都是躲在厕所念书，不然啊去 KTV 中心。我们以前要躲在厕所念书，因为以前十点就新大灯，没有阅读的地方，所以以前很多人跑到厕所念书，这是真的。拜托，不太记得一句话。当你对现在生活都很安逸的时候，你要紧张。当你用抱怨的时候，就表示你有进步。我常常讲说，生于患死安能见。我们现在如果觉得很爽，那就准备安乐死；如果你觉得很忧，哎，你会进步。他那天讲的时候，我就哦，我真的心有戚戚。所以你们两个不知道是什么状况，你们两个是什么状况？现在是寻找忧患还是寻找安乐？是寻找重心。就是寻找目标，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念书念书念书，就是国中、高中。有人安排好，有时候不是安排好，是你有一个目标，你的人生要有成就感，就是把考试考好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到大学的时候。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，我从小就是。你大学做这件事情啊？不是，看的是啊。对，我自己觉得啊，我自己大学这边比较自主啊。因为大学期末期中期末考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只要认真就第一名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都会念，我只要有空我就念。真的哦，那难怪你。不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那种考前才念，考前念的，我绝对念不好，而且我觉得我是那种我要嘛就会做好做满的，我做一半永远做不好，或我做一半做不好是会比人家做一半还要烂很多的那种，我只要不准备就很烂。有一次道路道交啊。考全班最低耶！就我交考卷的时候，因为考卷所全班说，你考全班最低耶。我是在跟他讲，我差点眼泪都吐出来了。我只要没有从头到尾开始准备好，下定决心我要准备，我就会很烂，就是烂到比一般人还烂。那表示其实你很了解自己，啊你，我还是你都 follow 他。跟着他的脚步走，因为我觉得他，如果你没有目标，他可能更没有目标。对啊，真的，因为我自己都这样感觉。平常你们在学校，我就觉得基本上你们两个就是好像你在带着他往方向走，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。我觉得应该是，如果我想要从他学，那我不然也一起好，不然我也不知道干嘛。其实我会讲，这不是坏事，因为我自己觉得，像我现在跟我太太，我就觉得，有时候我太太讲的不蛮对，福建是互补。我就让他没想到，我想到，所以我觉得不是不好。我觉得我最近，我以前一些优秀的学生都回来找我，因为我们三个要合照一下。这我就一个警大，而且说真的，没有人敢做，对，没敢做。他再说不见得做的，我觉得不见得弄得变得这么好。我想你就把社会教育讲成这样子，那其实都不是男子。但是我觉得你说的超级有时间，那我就要重视。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空闲时间就都拿来念书嘛。那我现在没有，有啦，有要念的啦。之前没有在。